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嘉辉。这一次这个 MV 的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一生就是基友伟，就 MCO 那时候就没工作，就去卖叉烧。这一次 MV 最难忘的是，我是觉得跳舞那部分吧，因为身体太僵硬，就不会怎么动。然后希望你们这次会支持这一次的。明年2023的新年 MV， 就你们慢慢期待，谢谢。